台湾媒体报道，迪士尼动画电影《冰雪奇缘2》上映首周末开出红盘，北美票房冲破 1.27 亿美金，全球票房高达 3.5 亿美金，约25亿人民币，而全台票房四天约 1.23 亿台币，约2800万人民币，打破动画影史在非假日开篇的票房纪录，还超过今夏由《玩具总动员4》所创下的开篇纪录，荣登迪士尼继皮克斯最高开篇纪录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